还有呢，这次活动呢非常重要的，这是在我们南投县政府观光处的处长王元忠王处长，处长好，处长立后。还有呢，欢迎，这是我们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副理事长丁来，丁副理事长你好。还有呢，这是我们每一次都有热烈参与的积极镇的镇长严镇长，严宏邦严镇长也到现场来了。接着呢，是我们水里乡公所的秘书徐忠明徐秘书你好。接着我们欢迎的是民间乡公所的科长刘家伟刘科长，科长你好。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是中华民国旅馆旅行业国际行销协会的理事长苏前亮苏理事长，理事长你好。东湖旅游促进会的理事长黄秀莲黄理事长，好哇。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贵宾哦，稍后呢再为大家来做补充介绍。我想一开始呢就要请我们的县长陈志清陈县长为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来致辞，欢迎县长，县长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首先感谢哈，我们铁路局的中务局长啊哈，啊我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哈，啊台北市的丁理事长哈，那个咱中华民国的迄个苏理事长哈，啊咱立法委员黎明征途处的如宾哈，啊咱资管处的洪副处长，咱严镇长哈。徐秘书、刘科长哈，在座的各位好朋友，暑假到了哈，咱伫铁路局遮有冷气啦，无感觉热，啊，你若去外口足热哈。嗯。即摆气候是无啥正常哈，咱看中央气象局的报道，白天很热啊，但是可能还会下冰雹啊哈。对对。但是要避暑就是到南投来，到南投来绝对让你感觉到暑意全消哈。当年的暑假啦，搞咱的火车好多节都要开始啊。今年的火车好多节已经是第七年了吼。是。第七年，咱就感谢咱铁路局吼，因为咱南投有一个集集线啦吼，咱有集集线，所以咱当年拢在办火车好多节，已经连续办七年。今年我们的创意就是水陆空一起来吼。哦。水陆空一起来。大概我后面的看得出来，7月14到8月11嘛，哈，我那一天到集集去办活动，拿了一支火车好多节的扇子给我，我看是7月15到8月12哈，应该是去年的啦，哈，过年分不出来哈，你够存在哦，我想奇怪，我顶礼拜六尔，那7月15到8月12，啊，昨看到阮观光处发那7月14到8月11，哎，拢差一天吼，啊，就是旧年甲今年无同款，差一日啦吼。但是咱当年的火车好多节拢是礼拜天开幕，是礼拜天闭幕，是。今年的水陆空就是我们7月14号才开始，但是7月13号，咱水利的万水嘉年华就提早开始了哈，也是到8月。那所以要玩水的话，在水里站下车就可以去玩水哈。嗯，如果要坐火车，当然就是路嘛。对。那另外，我们今年也有用热气球哈，在后面有一个模型啦，有一个模型。乘坐篮，一个篮子哈，热气球可以上去看看风景哈。因为我们想一想说，有些人可能要跑到台东花莲，很远的哈。是。那尤其有些人不敢这样飘了，那在西部，我们就要让你升空一下，体验一下。坐热气球的滋味应该也可以啦，不过我看我们观光处如果做生意应该会亏本的。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刚问过吼，台东啦，干啦上去下来，花莲上去下来，一个人500块。哦，真好谈。对不对？一个人500块，我们观光处讲，在南投消费1000块，是就可以抽奖。可以抽奖。抽奖可以坐两个人啊。对呀。消费1000块坐两个人，那不是刚好就是就是，他还有消费哦。消费1000块坐两个，不是1000块刚好就是都免费了。有呀有呀。那普通拢怕见你啊，那是完全回馈呢。消费1000完全还你1000的意思哈。做行李不要那样子哈。不过我真的蛮担心的，今天记者会完，还是请我们光叔再研究一看。
一个礼拜六十组哦。对。我看一下就秒杀了哈、哦。会有、哦。那到时如果有纠纷出来就很麻烦哈、哦，所以看看研究看看能不能加码了哈、哦，能不能加码？所以今年水陆空到南投来，那这里也看到哈、哦，姑姑栽培研究室啊哈、哦。对。这个小朋友比我还清楚了哈、哦。那今年我们真的是针对小朋友，我们去年是卡通列车嘛，那今年我们是用积木哈、哦，用积木，因为还是要有一点教育的这种意义，让小朋友回去以后可以拼积木了哈、哦，可以拼积木，所以今年我们是用积木，五个火车站，还有火车，还有我们南投的观光景点的积木哈、哦，啊、真的也感谢台湾铁路局哈、哦。因为是员工，劳工的薪水假日加班很贵了，还是勉强哦。今年应该还是 DT 六六八了哈，因为 DT 六六八有零起，啊那 CK 一二四哦，啊都无零起做出来哦，啊大家坐了民工比较好玩的吼，所以现在是用那个贵宾级的哈，用贵宾级用 DT 六六八的火车，所以要坐。火车哈、哦，水陆空来玩的话，欢迎今年的暑假到南投来。当然，还有很多农特产品，休闲农场等着你。尤其我们集集农会哈、哦，今年也要办全国的火龙果的评鉴了哈、哦。所以到集集、到水里、到民间，你都可以吃到南投的很好的农产品，要别了又快哈。哦，但是你啊，较慢去。那个糯米荔枝的应当都无啊啦吼，啊香蕉也要有吼，火龙果也要有啦吼，所以欢迎大家暑假到南投来过一个很快乐的水陆空游，谢谢各位吼，欢迎各位到南投来，哇，欢迎，谢谢县长解释的非常清楚，管天有咱要邀请多一个贵宾，咱是不是先请咱铁路局的副局长吼，副局长，来。请我们铁路局的钟副局长为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来致辞。副局长好。美丽的主持人、陈代理县长、各位贵宾、各位媒体的记者先生、小姐，以及现场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那铁路局啊，非常高兴哦，有机会参与我们南投县政府举办的南投。这个火车很多节的这个活动哈，那刚才陈代理县长也说过了哈，到今年为止已经连续办了七年，那每年呢都有每年不同的创意哈，那南投县政府的同仁啊非常的这个贴心，也很用心啊，利用这个我们南投县的在地的传统啊的这个特色，也就是我们。集我们啊铁路局的这个集集支线哈、哦，这个是我们传统。那各位如果了解集集线的这个由来，晓得，因为我们过去伐木哈、哦，还有我们晓得集集水里这个地方啊，是南投桃的一个重地哈、哦。那我们南投桃在我们台湾过去是几个啊重要的陶器重镇了哈。哦那把这些传统的这些啊在地特色，当然啊这个集集支线还有很多的农特产品啊，刚才那个陈代理县长啊也啊差不多都介绍完了，在水里的梅子啊，这个集集的香蕉，坦白讲以前都很有名的啊，那把这个在地的一些人文自然景观特色哈 啊结合。他们的一些创意哈，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卡通，以及我们现在最夯青少年最喜欢的这个动漫啊，这些元素啊，把它加进来哈，啊，形成一个给这个南投这个火车好多节的这个一个啊旅游活动哈。那今年刚才陈代理县长也说过了，又加了一个啊这个热气球啊热气球。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坐了热气球到这个半空中，然后一看下来，就可以把这个南投啊看光光了哈、哦，就是自然景观了哈、哦，美丽山水啊。各位不要想太多了啊、哦，啊，所以说我想啊、哦，
这个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家庭这个一个老少咸宜的活动很适合我们家庭来举办这个来亲子游的一个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这个我们在座以及各位这个朋友能够不要失去这个大好的机会那我们铁路局每年也都配合这个南投县政府来举办这个活动那只要南投县政府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力来配合我们预祝这个活动这个一年比一年成功，一年比一年的这个圆满谢谢。谢谢。好，谢谢。那第六局。